Ah bon? Go!高啊！我只是没有拉好。啊？我脖子是没有拉好。对，你也没拉好。就是哪里凉就是哪里没拉好。<笑>你这上面那一层没拉到。<笑>而且因为被你那个背包的横的挡住了，所以你没办法拉到。然后我额头有点凉。对对对，因为你额头也知道是吧？<笑>哪里凉就是哪里没到。我怎么好像很好一点，但是其实有个小洞。 都往前没有，没什么差。
度转成九十度以后，我下车我一定要转九十度啊，转屁股哎，四十五度啊，是九十还是四十五？四十五啊，面向四十五啊，九十是半圈，哎、欸，九十是这样啊，哦对耶，九十哎，我现在数学越来越大了。他从横的转成斜的，他才应该说转成九十度，他才出得去啊，很快啊，一下就到了。我们现在有太阳，这里突然风很大，下太阳，咻咻咻。房间尿不出几滴，就出来就很想尿尿。风一吹，好敷，下面很敷。这个线的根根。快点，不要把我们两个撞倒。好，等他来。没有这种道理。很累啊。很累什么？你下去，我下面。我的按不出来耶，等我一下。你的可以哦。可以的，两个。我们两个没办法，两个吧。可以。哦。嗯哼，啊，嗯，好，一二三，他还对得到脸呢，一二三，说他侦测的上面有，一二三，然后竟然知道，明明没有嘴，他也觉得有脸，好，有我，好啊，还没，一调整，一二三，一二三，提不起来，一二。提不起来。
就听到高坡路道你休息啊，休息。没有。才刚第，还没第一趟哎、欸。啊啥？我又觉得想尿尿。我也是，我刚刚说在房间等太半天都尿不出来，一出来又很想尿尿。因为就裤子一勒紧就想尿了。没有，真的太冷了。就穿上潜水衣之后，然后膀胱烧到极压，就想尿尿。这假的，这是假的，这没有真的想尿。要高速啊，对。高速吗？你们在干嘛？他们在练那个测降哦。不会很丑吗？还可以，很丑吧？你看最左边那个松雪道也被开发完了，哦，也都被路过，太可怕了，该被滑的都被滑。我自己就先叫了，速度，我就看着你要怎样。那里应该是可进可出吧。然后你不要摔倒哦。跳跳跳！就没事了。转了，转了。好，再转。我就继续给人家搓两下。你要跑？你要往上拍吗？可以耶。叫一直叫，好，你约好，约好。一，你不要再动。一二三，一二三，有要姿势吗？没有啊，没姿势啊。我刚刚就是想滑到一个近距离之后，然后这个站稳了才可以这样。哦，那你要？好啊。我要收钱。你离我这么近，我是要怎么拍的戏啊？那我再下去一点。好，等一下啊，一二三，好，换脚吗？没有了，我卡的是右脚啊。哦，好。才要帮你拍啊。
先讲。进去啊！哈哈，好紧张哦！你就跟在我们两个后面就好啦，跟我们走。什么鬼啦！我再出来，我觉得应该很好。来来来！哈哈，我太骄傲了。我们两个脚站得那么近，其实就跟他一个大的，对啊，大的板是一样的，跟我们一起的滑板一定是安全的，直直的出来就好了。他朝下了，出来就好了。不要怕那个弹跳，就跳过去就对了。对啊，所以等一下就是一直看有一条线，然后我就走，大家就一直走过来这样。可是我快歪掉，然后就冲到那个雪很厚的地方，我刚就这样。你对不准吗？你不要歪掉，你是害怕。你对我不想要歪掉。你就对我了。你是害怕速度快，但是其实你看着前面，我们的速度永远都是这么快。我知道，因为你面向前面，你不会有什么感觉。可是你知道我是这样子，然后我左脚很酸，你看，我发现我重心坐在右脚，我是提着这样下去。用不着，现在用不着这样，现在就用正常的滑板这样，完全不要当做它很酸。好，我试试看。太准了。那连Jim也是啊，你就是跟着就直直滑就好了，不用任何奇怪。我会踢的原因是怕遇到包皮。不会不会。它很平啊。现在那个只能叫做剩下的雪，小雪的。你有贴小红花纸吗？啊？你肩膀有贴小红花纸吗？都没贴啊。其实我脚没有酸呢，还有坐到我的鞋子。你是怎样？屁股要滑下去？这个坐到我的鞋子。没有，你自以为吧？然后其实我们看起来就有这样。你自以为。
觉得你要照上去的，所以我们拍到我会很小，因为我就会可以弯的。就还弯出去，真的跌倒。我先下去，我啊，翻起来一定很小，保证。反正我也试好几次，那倒还可以。你说就感觉下刚去下去右手边那一块吗？对啊，就是可能松弛。我先下去，你先等我。你不要撞，你不要过来撞我，奇怪。你刹不了车，你就跟我趴地上。没有，我的猜测是他，我那觉得他会很想试，然后就在上面就会开始往前扑了。他会在你前面扑吧？对，没错。我真的拍了瞬间翘起来的角度。不，你不是翘起来，你是往前摔倒瞬间。对，我只要那个只要瞬间有翘起来就好了。没有，是摔倒的瞬间。你可以继续连拍，但是就我要瞬间那个翘起来，我觉得自己以为是很高，所以你刚刚觉得我那个一点点而已。你有翘吗？我有翘吗？我觉得听到你就有了，我回头听到你尖叫，然后你的屁股翘起来的波度是要黑线那种波度，就是黑线，而且完全没有其他人滑过，你才有办法翘起来。没有，那一定要翘，因为那个你根本不知道那里面雪还是硬的还是松的，啊，松的也会插进去的。没有，他说乱雪的时候，它一定要不是板子是比较翘，对啊，它如果插了，它就插到雪里面去，它就会。我只能说我不是阿甘这样子。反正我只要瞬间就好了。要一直翘是那种前面的又没有人滑过，那种阻力才需要到翘。不会，我觉得刚那边翘的蛮舒服的。我就不会。我刚刚那一段滑，我从头到尾都用正常的滑板，雪道的滑板。我不知道，不是他现在在说左边那边，右边下，但面对雪道。对呀、啊，不是下。好，那我等一下就进去，我先进去。好、啊，你先进去，我先下去，我先下去啊。我先进去，你跟后面，然后再出来。对，这样好。就这一段嘛，这一段呢，这都被别人开发过了，那个更没有阻力。没关系，有人开发越开发越好，哪里没阻力了？真正的有阻力是要翘到很极端啊，不管啊，反正我曾摔在里面也出不来，我害怕，好不好？你不要太进去哦，因为我不要太进去。我会看波度啊，如果太进去出不来的，我才不要去滑到那个位置。当然啊，我会看，因为我也出不来。看阻力，我就知道要滑去哪了。好哦。但是那应该真的都被滑差不多，看痕迹就知道了。还有泥就很多，还是松雪。下午好热哦，下午真的热，很暖呢、欸，玩都很松。对啊，热死我，好舒服。就真的啊，你那身子这个鞋子也不用穿到很紧，我就是早上穿太紧，然后就很痛啊。不过早上确实穿紧是必要，因为早上那个真的太乱，雪阻力太大。哦，天看起来好好哦。你上来就要拍一次，这样。嗯，真漂亮。在这里拍。好。先最前面，在这里。我要去哪里？在前面就好了。你去穿鞋子啊。哪里的？到了，起来可以的。你先下来一点点就好，到了。好，喂。啊？哦，太下面了。对啊，没关系啊，下去吧。
走走。这里可以吗？不知道啊。谁啊？他就很想翘啊。哦。他往后倒啊。哦。因为刚好用不着翘啊。腿够短，没在怕。我在你后面。
那去最上面那个上。他用走路过去拿来。对，走过去就走了就好了。反正放在路边，走回去上。应该可以。走路不方便。我的话，我可以过去在这个门。每个人就选择自己最省力的。走路会很难走吗？你们会很难走啊？会陷下去。会陷下去吗？会吧。会陷五公分。坐到上面去，为什么他不会陷下去？有啊，那个脚印，你等一下看那个脚印。我还是有，但是因为我大部分是平的，你是尖的，你有卡手。会限个三公分、五公分。缆车啊，是都可以了。可以坐最高缆车再下来，冲到他门口。都可以。好啊，上面也有那个，啊，上面的好像没多少人开发，只能直冲了，没别招了。你是不是会怕那个弹跳吗？会有一点。那这个就是习惯就好，不是习惯，因为有时候那个弹跳，然后你会遇到那个，它现在很浅，所以就对啊，现在很浅，那边很浅，就只是弹，对，要忍住过去就好了，要忍住弹跟。可是我这个弹呢，我就是重心得往后啊，不用，不用啊，不用啊，不用。你看我这边猛跳，对啊，但是我不能往前啊，我也没有往前啊，你看我这，但是我会，如果说我应该怎么讲？一般的话，我们可能要冲速度怎么样往前嘛，然后不然的话就是要，就如果是我绷平的话，通常要往后，不然你等下冲插进去了会那个啊。不会没有这个，我就说这个都是软的，然后就是压过去就好。因为说这个都有人滑过了，所以它有那个阻力，大概就只有这么短的阻力又没了，所以那个阻力是忽多忽少的。所以那个时候身体的要诀是不太前，不前面也不后面，就中间就好，然后脚放软，吸收一下就可以。对啊。不前不后，就端端。我记得我以前最好玩是在智贺几次啊。你说哪一种？一堆雪，然后下面在那边。有吗？有啊。弄哪一种？就是那个缆车在很边边的。哦，你是说去最左边滑那种？啊，然后有一次我一玩就插下去了。跳了有一下就插下去。对，那个时候。因为那都是别人滑过的，但是我们是在那边练习习惯那种忽然被挡到又忽然没被挡到那种感觉，也是训练。哦，好想再尿。嗯，我也很想。你有想吗？是有，但是不急。就是想，心理作用而已，要去尿一下，但其实尿一定不多。大概。我觉得我应该蛮多。我把那块宝矿力整个灌进去了、啊。哦。我就中午喝水跟喝茶了。嗯，对呀、啊。不多。正常消耗，我觉得滑下来没有冒汗，一点都没有。来看一下这个，还不带习惯切进去。哎，那个最后面那是怎么一个头凸出来？是个机器还是什么？绿的那个吗？对啊，好像是啊，好像最远没有人冲超过那个，大家看到这只机器就会避开它，不然就撞上去。对啊，那铁的、欸、看起来金属很透明。哦，好想尿尿。在我后面啊！看我差点要劈腿。对啊，你干嘛要在我正后面？
准备。你说比较快是不是？对。那都是雪，陈小宝。哎、欸，有人就多蹭了一点点，跟早上比起来，嗯，就挖了一点点出来。哎，这是、個、这个是谁啊？哦，这个。我就怀疑说，为什么我那个鸭血车要走这里？感觉这是一条他要走的路，你看他越抬越上去。没有的。对啊，是他有走，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哎、欸，这开到、嗯，不知道開到。多短又短。为什么我在这里？我觉得上面应该要拍个照。吹风吹，我觉得很冷哎、欸。我还好。右耳朵、右脑袋很冷，你没有保暖，这边很冷。看看前面的状况，是全部都剩下残疤了吗？哼，好像已经被乱乱。这个举双手是谁？是出不来的人吗？他只有下半身吗？好像是。还是他在找地方擦？他是要把自己搓起来，所以刚不是举双手投降，他是要是想要起来。然后左边只有一个头的高度，看他躺多低，头多深啊？没有，他是躺着吧？哦，那那边还有一个人，他是只能走，哦、这个不带加速度跳跳兔是出不来的。黑色？对啊，他推出来了，只能跟着前人的路径，不然出，不然，他还顶膝盖，这样不就摆明了要变慢吗？他硬要走自己的路，他是滑得动吗？人间铲雪车，抬腿很酸哎、欸。嗯，啊，那个红色衣服就真的身体往后顶。那这个是小孩子，是教练吗？还是爸爸？他这样前后摇也出不来啊，只能一次走一步。嗯，这里哦，这里只能跟着前人走。很乱。嗯。右边可以拍吗？左边可以拍吗？东张西望。我在想，要从左边出来还是从右边出来？你觉得？哦，怎么突然不亮？太阳啊，太阳！我是觉得左边光看树跟蓝天、啊。我觉得左边的树比较近。去那边拍照。先拿去拍照。你、欸、这边后面也不错、啊。但是没有蓝天，还没飘过。蓝啊蓝啊，正上方。这里才是受光面哦，那怎么办？你的位置我拍得到，拍照。
好，没事啊。我等一下。好了。好了。有人来了。我要。好啊。那我先走开。你要怎么拍？我在这边你小心，你胸口没有拉哦。你有帮他拍吗？拍了。我一张脚翘起来的。你哪里脚翘起来？完全不理我。你快中进衣服了。你外套没有很？对对对，胸口那边。对对对，领子那边。你有大腿很酸吗？他的帽子里装了一票土产，可以带回去。你过来一点。你后面的帽子装了很多，所以先不要戴起来。你要冲这个？不要。哦，你高我，不是啦，我要帮你嗨啦，不要动。知道。谢谢。头后面都是，藏在你那个帽子那个里面嘞，你戴，好像好像。你要去这个、哦，再见。啊？看起来。动不了、啊。不够斜吗？好。慢慢练，慢慢练啊！我慢慢练，放滑。
对啊，你我说你慢慢练。我慢慢练。就自己倒了，啊！起不来呢，因为你那边是下，这边是上，什么下？那边是梯子，这边是滑梯，起不来。对啊，那你要帮我把鞋子踩掉吗？我也没办法踩。我可能出不了力。耶！竟然停车摔倒，因为我怕我回头看他，然后我没有站得很稳，我就倒了。那大风吹，那龙卷风。我按。